造成影响吗？没有任何的目的，且本公司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记者嘉恩。最近我们讨论到关于环保问题、空气污染，最重要的就是塑胶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荣幸邀请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来为我们做说明。你的上西卡这里塑胶这美丽，保特瓶、垃圾袋还有吸管。国中舞蹈班成立到现在已经30年了，我们每年呢都培育出很多的人才，像去年呢的影后谢盈萱就是我们第25届舞蹈班的毕业校友。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创作，像今年的舞蹈发表会就是让学生自行创作，今年他们非常的有创意，把环保议题纳入到舞蹈当中，用吸管这样的危害人类啊来呈现。希望唤起人类社区民众对于环保意识的一个重视。